我们在非洲、美洲、西亚等地方的势力越来越大了，但是在华一塌糊涂。哎呦，不是，巴先生，华夏这边情况不一样，有天使，有黑甲，他们还……哎，巴先生，你给我解释。 09年开始大规模走私细菌武器，13年统一北美黑帮，如今到华夏来趁火打劫，骷髅党党魁 ，Mr. Bug。过去这半年，我跟1000个女人打交道，998人都是跪着哭着，只有两个可把我吓坏了，一个就是莫甘娜女王。 还有一个，虽然我只见过照片，我的人去找他，现在还没回来，估计是回不来了。你是哪一种？说话很低调。不低调不行，神啊鬼啊之类的，到了我这个位置会见得多。军队战败后，你们却猖獗起来了。我猜想背后总会跟某些外星势力有交易。 莫甘娜还是饕餮，<笑>都有。莫甘娜可以赐我永生，我更愿意为她服务。而且我崇拜她的信仰。不知道这位小姐，您是？那饕餮呢？共同管理，共同繁荣。那样你也只是个傀儡。<笑>我小时候可以为了一块巧克力杀人蹲监狱。我怎样能联系到莫甘娜？ 小姐，我可不敢随便跟你谈论莫甘娜。一来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对我对莫甘娜女王有没有什么危险；二来，小姐，跟我说话也是有危险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姐，如果你有什么超能力，千万别发动，伤了我的人。当然，如果没有的话。 我就不用浪费时间了。如果我没有超能力，他们就会杀了我。那样就太浪费了。莫甘娜可以在睡梦中控制我，所以我的能力不会对她造成威胁。那我呢？捅了。 亲热亲热，我喜欢蔷薇，把葛小伦换成我。女王，你想怎么的？你说怎么的？在梦里他会把你推开。别给我乱来啊！设计一些能让他渐渐懂我的那种小情景之类的，顺便多给我争取点时间。 今天有什么需要啊？女王，北约秘书长墨菲在北约传播了堕落自由的思想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希望您给他赐一点神力。哪个墨菲？北约秘书长蒙奇蒂墨菲。那就赐个永生吧。女王，这孩子已经永生了。
啊，都永生了还要什么？要不给他放个火吧。啊，行，那就放个火吧。女王莫甘娜决定赐予北约秘书长莫菲拥有释放火焰的神力。女王万岁！搞什么？又是火？能匹配地球老的火焰基因引擎已经用完了，给报告一下。啊，好。女王，火焰的那个用完了啊？用了多少了？用了差不多130多个了。我靠，这把孙子！好吧，那换一个，大力吧。大力早就用完了，上次他们跟您汇报过了。那还剩什么？橡皮体比较冷门，用了算了。那玩意儿老贵了，我跑了好多星球才弄到一点点材料。但是，弄完之后从来也没用过。也是地球上的一大军事组织是吧？那行吧，给他吧，让他好好干。地球现在能够普查到的已经有3亿人口，开始愿意相信女王莫甘娜能给他们带来永生，但是因此引发的战争也不断。当然，天使的信仰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。女王，从华夏那边传来一个消息，太阳之光雷娜想跟您谈谈，她想了解您对饕餮的态度。啊？雷娜找我，想知道我的态度了哈？哼，她怎么不去问潘震的态度？好吧，凡是愿意听取恶魔意见的，都是我们的朋友。不过见面就免了，那孩子要是突然跳过来把我融化掉，我岂不是很尴尬？你去告诉他，谁叫我女王，我帮谁。而饕餮王世豪暂时还愿意叫我一声女王，所以我会好好考虑的。这样的话，你告诉他，我虽然不愿意求助潘震，他年纪太大了，太大太大了，太遥远了，但如果有必要，我会去找他。现在我决定我行我素。把潘震搬出来，靠，跟谁结仇也别跟潘震结。好了，今天听的报告够多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你是算是恐怖分子吧？你不会一把火把我给烧了吧？暂时不会。我没有要跟你合作或者利用你的意思。我给你们建议，离开华夏。就算我不介意，熊兵连也会介意。雷娜小姐，你得想想，如果我离开华夏回到北美，另外一个神又会跟我说 You back， 我建议你马上滚回华夏。相互理解一下。
太空校长，我有很多疑惑。疑惑是什么的头号无上想你流淌交流。校长，我能跟您交流吗？以你是太阳之光，我曾为之骄傲，我愿与你交流。校长，我有很多疑惑。我不愿解答你的任何疑问，我已理解过你的疑问，细思想。您还会有疑惑吗？无尽的疑惑，亿万年的疑惑，所不能解释的疑惑。这样痛苦吗？并不。可我要怎么理解您呢？遥远的，无尽的未归。那您可曾保护过您创作的世界？曾经。那现在呢？那超神学院怎么办？木兰什么？您能描述一下您现在的状态吗？所以，您并不会给出我的行为意见。我明白了，潘震的意见我听不进去，古老而权威，而您也不能给我更多的指导。我站在了巅峰，谢谢您。